远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可以再来一大碗，等你饿了再吃，要不啊你光吃不动可叫胖子喘不过气来了。玉坤，你胖到哪去啊？娘，他要吃就尽管让他吃。还是听秀云的。哎呀，难得你胃口好，去啊，去瞧瞧。什么难得，往后啊我天天胃口都会这么好。玉坤呐、啊，自你成亲以来啊，今儿个是你心情最好的一天。秀云啊，你早该这么好好伺候玉坤呢。娘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真是不能再满意了。你满意，娘可不满意。除非让娘早点抱孙子。秀云，你该不会嫌弃玉坤吧？我娘，这是我跟秀云的事，所以我才站在你这一边呢、啊，免得啊人家欺负你。就像你赵大伯一辈子嫌弃他媳妇儿有痨病，请我娘出去，我累了，不想听废话。秀云小姐。你有话说呀。啊，是，赵少奶奶她不舒服要抓药，镇长又出远门，马管事又告假不在家，这我去。哎，慢着、咱们自己家有病人，你分不开身，不必去管别人家的事。秀云，赵伯母的药你抓惯了，顺便帮我去看看她。哎，我去了。我来。这个药啊，是秀云小姐亲自熬的。我喂大伯母，你去忙你的。端了一辈子的药碗，还连累了身边的人跟着受苦。大伯母，你的病是在嫁给大伯之前就有的。打小我就是个痨病鬼，也没人肯跟我玩。
除了你大伯。那大伯一定很心疼你，才娶你的喽。你大伯常年住在书房里，从娶我那天开始，他就一直委屈在心里。以大伯母的贤惠，大伯怎么会有委屈呢？除非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别人，那个人就是我娘，对吗？大伯母，大伯母，大伯母，你躺下，我带你去药。谁？不是，为什么单单在书房拜见这位朋友呢，而不一到大厅跟其他的牌位放在一块儿？福星，你出来！福星，你不要以为你躲得掉，你再不出来我生气了。你说过你小的时候抱过我，那你见过我娘，也见过我亲生的爹喽？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娘年轻的模样？那我亲爹长什么样子？像不像？像不像大伯？还是就是大伯？是我，娘是的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吗？你告诉我，大伯，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爹？我们三个人对着千虎起誓，哪怕是要了我们的命，也不能说出孩子的身世。答应我。你疯了！你怎么这样推秀云呢？你什么事情？大伯，福星他不是故意的，我在等大伯带我去青湖，就像小的时候那样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突然想去青湖呢？好不好嘛，大伯？好。还记不记得我十岁那一年，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梁家亲生的女儿，我们两个约定的事，
我们还勾过手指。你跟大伯约定来生做大伯的女儿，不必得来世。大伯，你就跟亲生爹一样疼我。遵守约定，要像爹一样疼。只是约定，大伯送你回去，我们顺便去看看玉坤。郑阳分手啊，难舍难分的，眼泪还没擦干净呢。秀云是去赵家，你还护着他，他对你好是有所图的。娘指的图是，是我陪嫁的首饰。你也真下得了手啊，我就是那么一点点压箱底的宝贝。娘是说，我偷了您的首饰，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每天装出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其实你就是贼。叫奶奶来，你样样东西快搜。谁敢说我们要谁的命？家里的上下除了我不能动有多少人？娘凭什么认定就是秀云呢？凭他娘偷人，他的贼心就改不了。奶娘来正好。千惠，千惠小姐还有她的东西全部见了。什么？她的东西被偷了？不是，是千惠小姐，还有她的箱子，还有平常她用的胭脂花粉，还有她自己的人不见了。这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夜里，我看到屋子里灯还亮着，我就去敲门，可是里头没有应啊。我在想，可能是昨天夜里起经以前，她的人就不见了。千惠到哪去了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千惠偷了我的东西，离家出走了。娘，请你把刚刚的话说完了再走。或许是我错怪了你，这个不重要。我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是你要我说的，大小姐。你娘跟人私通，是那个没爹的孩子，自个呢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是玉坤的外公收养了你，才保住了你的小命。要不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求你不要再说，不要再说。没你的事，给我到大厅去。秀云，奶娘，我不要去，我快要死的人了，我心里难过，谁要找钱会让别人去找。秀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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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秀云，少爷，秀云，玉坤，嗨，你这个绿豆眼看清楚没有啊？咱们家牧场连我儿子这头牛算在内，公的母的一共好几十头呢。这，邢大爷。我要找的是咱们家的千惠小姐啊，公的还是母的？这，她跟你一样啊。哟，这么巧啊，也是寡妇。怎么回事？刘大少，
啊。嗨，我看你呀，是老鼠咬尾巴，想扇也扇不高啊！一个破听差的，过什么大老爷瘾啊？千惠小姐到底怎么了？哎，邢少爷，我们家千惠小姐啊，她昨晚不见了，人丢了。嗯，是丢人呢。哎，邢少爷，哎呀，镇长出远门，这马管事呢又告假，这，哎，我连个帮手都没有。万一这个千惠小姐她出了差错的话，哎，刘大叔啊，您放心，千惠小姐手上那根马鞭，她不抽人就好了，谁惹得起她？哎呀，哎，邢少爷，你就看在我们这个千惠小姐她打心里头就赏识你的份上，你就到处去找找她嘛。是赏我背上那几马鞭吧？这个忙，大叔还是请旁人帮吧。哎，这。找着千惠了吗？那咱们赶紧到别处去看看。哪也甭去了，这他已经离开沙河镇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约过你一块去过？他一个人出远门，要是遇上了绑匪呢？我现在杨家集去找梁镇长，再做打算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准去。他是你老丈人，让你去伺候他，你不准去杨家集。好，你死兔崽子要去快去啊！上次咱们牧场的一只小肚子啊，走失了，等找到都咽了气。快去！好，你跟我走，我给你收收惊吧。你看看你那个脸色，没半点人色。我又不是道士，我会包收你个屁精了。我只知道啊，猛着吃喝一顿啊，然后蒙头大睡一觉，包你治百病啊！哎，秀云，我是我娘还没有成亲就有的私生女，我爹是谁？求你，大娘告诉我。哎，秀云，你先起。我要是知道，当年我就不会让你娘在包公祠让全镇的人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承认那个驴肝狗肺的人是爹。当年在包公祠，他不承认你们母女，你就不要认他。我刚跟杨锦福谈成了一切条件，你们就派那个傻蛋催我回来，万一让杨锦福知道千惠跑了，你就知道谈个条件卖女儿，你不会还死活你？就算我要卖女儿，也是为了梁家跟你的宝贝儿子。再对杨锦福失信，随便派联庄会一些人来，就能把咱们沙河镇铲成平地。五万现大洋，埋匿在平县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还有周家镇的纵火凶手，成交地点：周家镇沈新慈妇女墓前，时间后天晌午，另有人质梁千惠。爹，谁让你要五万现大洋？是不是千惠招人绑票了？都是你生的好女儿，爹，这封信不是寄来的。我来算过账，好像是爹去杨家集那天就在这儿了。难道是有人放在这儿？叫马明来。马明请了三天假。千惠失踪三天了。千惠真的跟马明跑了？不可能！无耻！
弟弟，周家镇沈心慈父女墓前。张老六，去请赵世俊来。大伯不在，大伯母说他出远门掐事儿去了。果然是他。如果千惠真的被绑票，咱们快朝赎金救千惠啊！他到底开价多少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不说我还骗了你的身，你那口箱子就跟你人一样，都是用过不值钱的东西。身无分文，你还想做远走高飞的梦吗？我看这几个铜板够你由周家镇讨饭回去了。你连糟蹋我都不配，你是娘家奴才，洗这样的脚趾都给你干净。娘家就要栽在我这个奴才的手里了，我要你亲眼看见我风风光光回沙河镇当镇长。你爹这会儿应该在奔往周家镇的路上。我爹会杀了你的。说得好，你爹早就是杀人的凶手了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是我五万县大洋的人质，我可不能不善待你。咱们可是拜过堂的正式夫妻呀！啊！包公死，向来名言，老天有眼，你就给老雷逼的！我会等着遭天打雷劈的。是非，几百年来从未冤枉过好人。我娘要是个不贞的女人，您会让她走出包公祠吗？说你问起沈姑姑当年的事儿，我不放心，才出来找你。
比我大八岁，我娘在保姆司受审的事你应该记得。你也跟旁人一样瞒着我。我是怕你伤心啊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我始终没有办法忘掉沈姑姑当年受苦的样子。我是怕你知道会跟她一样痛苦。秀英，包老爷是这么眼看着那个男人那么欺负我娘。你是说你爹？我不管他是谁，他不配做我爹。我倒正觉相反，能被你娘这么好的女人交付终身的男人，必定是个了不起的君子。他所以连他妻女都不敢相认，必有他的苦衷啊。所以你爹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有一天你要是能跟他相会的话，你不但不能恨他，还要跟他相认。秀云小姐，您最好啊绕过书房，别遇上了。遇上谁呀？哎，遇上对了，家里面有客人啊。哎，我看见门口一辆大车，是谁的？是杨爷。我看过他的车，不像。哦，是柳营长的，他人也来了，所以啊我才让你啊绕过书房门口别碰上了。嗨，他那个人呢，一对贼眼，是又色是又贼呀。他们正在给镇长点数呢。点什么数？哎，是这个是柳营长陪着杨爷来下聘礼的。哎，这个勤务兵呢，来回搬了好几趟啊。嘿呀，这杨家集的排场还真大呀。千惠都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了，爹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收人家聘礼呢？爹，这秀云小姐出阁以后可越发的标致啊，是不是啊柳营长？哎，是啊，标致，标致极了。只可惜呀、啊，人家现在是梁家的儿媳妇儿。你可惜什么？你都快做梁家的女婿了，切！怎么不可惜啊？这老远的亲自驾车送了份厚礼，原是想博那难伺候的千惠小姐一笑。实在是没有想到杨爷办事这么果断，亲事才说定了，这聘礼就到了，要不然呢，一定不会让千惠到县城亲戚家里去做客。杨爷，你就多担待。哦，镇长还是改口叫我的名字吧。下个月初，小旭就要来迎娶了。下个月初？哎，是太快了。哦，哎，杨爷，咱们说定的事儿，再快也得赶得上。哦，好，那小旭就告辞。哎，是。哎，您请留步，可别跟晚辈客气。是，老刘，我送二位上车。啊，是啊，行。哎，刘营长，请。哎，好，请。你是不是担心下个月我交不出人？我也赞成把聘礼退还给姓杨的，到时候不只是你，就连咱们全家也会被那土匪头给逼上梁山的。杨锦福他是联庄会的会头啊，咱们的儿子不是被那土匪窝的狗贼给废的，所以他随时也可以再废了咱们家任何人。那
老刘，备辆大车，把姓杨送来的破玩意儿一件一件的给他送回杨家集去。哦，是。给我备车，马上去周家镇接千惠回来。这可不是沙河镇的梁府啊，可没有人供着你一日三餐，供着你的五脏庙啊。也吃得下去，不怕烂的肚子。这是我娘最后的一只金镯，这是不是？哎，不花放在那儿，又不会变成两只。你这个无赖，你除了会坑人之外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我就是要把你们梁家连骨带髓都吸干坑尽了。姐儿，你可是千金之躯啊，经不起饿的，去把我吃的剩菜剩饭都给咽下去了。你既然这么恨我娘家，你干脆杀了我好了。嗯，你是我五万县大洋的人质啊，我怎么舍得杀得了你呢？啊，宝贝儿，哎，其实也不是我想折磨你，把你软禁在这家客栈里面，实在是你这失信呐。我没把你这肉票给撕了，就很对得起你了。不过你也受不了多少罪了，你爹今儿就会来接你了。我已经寄了第二封信给他了，跟他约好了，今儿个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了。走吧，走啊！善沈心慈，你跟赵世俊相爱的这场代价也未免太大。绕了这么大的圈子，20年后咱俩总算要在你的面前摊牌了。跟你摊牌的不是赵时俊，是被你当奴才使唤了一辈子的我。哼，要是我早知道20多年前在平县沈新慈家你不过是个奴才，今天你不但使唤不了我，你便休想当上沙河镇的镇长。枪对付你还太抬举你，太忘恩负义，收留了你10几年，从学徒开始教你，我至少还没有谋财害命呢。
我去平县几趟，已经查得明明白白了。你自幼被沈家收留，沈老爷子供你念书，教你习医术，临了你还坑了沈家全部的财产，买了一船的货，想拐带沈星慈一走了之，人财两得。哼，没想到船沉了，货主逼债。沈老爷子拆穿你的真面目，逼你退婚，你却做了假字据，嫁祸沈老爷子，最后害得他们俩父女俩连宅子都抵了债，流落了周家镇。哼，临了成了这儿的孤魂野鬼，一辈子也回不了平县老家。可是依旧消不了你心头之恨，因为沈新慈到死，他心里头唯一的男人还是赵时俊。这个人渣竟敢反咬我。就算是渣，我还有人味。你这个伪君子，20多年来你把人家当作狗，你比狗都不如。你这一脚可把我给踹下了。原先我还打算出价50000买回你的秘密，让你继续在沙河镇做你的伪君子。这会儿我已经改变主意了，等我取了你的狗命之后，再回镇上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你不想要50000现大洋吗？等你家破人亡之后，你梁家所有的不都成了我囊中之物吗？哼，我早就防着你了，所有的地契、房产、现大洋我都委托别人保管，我死了你分文拿不到，梁家的一切你休想得到。至少我得到了一样，你宝贝女儿的清白。快说，千惠在哪儿？他死了，你找不到他的。梁永昌，这是你的报应。这是买家伙的钱，咱们越早买齐就越早动工。等家伙运到，再做最后的测量就可以施工了。而且经过我这趟回去仔细的钻研之后啊，我确信这项工程胜算在70%以上。好，好极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就来吧，就快进来。来来来，堂兄，多谢你这次老远从平县赶到这儿跟我会合，我只是不希望这事在事前泄了密，有生之计。小大，嗯，有事儿吗？我看到您啊，我就预觉得那个人面熟，他会不会是沙河镇的人？谁呀？沙河镇的人。那个人好生面熟，带了个年轻的娘们儿啊，在这住了好一阵子。他简直不把那娘们儿当人待啊。你给我引荐一下。晌午以后啊，他就夹持着那娘们儿走了。
睁了一对招凶的眼睛。哎，对了，没错，一定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人秃鹰似的一张脸，就是当年杀我爹的凶手啊。秃鹰似的一张脸，就是当年杀我爹的凶手啊！他叫马明。啊，那跟他在一起那女的一定是千惠。他俩人呢？晌午以后他们就走了。那个娘们儿好像连路也走不动。他们一定要雇车，我这就去打听。堂兄，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我在沙河镇得令好消息了。千惠，快上吧。看你有气啊！好他，我得马上送他看大夫。杀人凶手马明呢？哎，镇长，镇长，你遇到劫匪了？轻点声啊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哦，爹，爹，找上千惠了。奶娘，给我打份洗脸水。啊。没找到那畜生。你走时不是咬定一定把他带回来的吗？他自己不愿意回来，就留他死在外头。爹，你见着千惠的面了？由现在起，不准任何人再提他半个字。那杨家来要人呢？我。爹。我谁也不见。可是赵爷他带着千惠小姐回来了。千惠，千惠，千惠，千惠。赵玉人，他还在大厅呢。千惠怎么样？我不放心周家镇的郎中，所以连夜赶回来。你果然也去了周家镇，还有谁也去了周家镇？我听老刘说，永昌兄也是刚回来，是从周家镇。哦，我是接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，要我带五万县大洋到周家镇去赎千惠回来。
见面的地点呢？他写的很笼统，我没找到他，所以才折返回来。我听悦来客栈小大说，他好像听马明要去赴什么约，一去就没回来。难道你认为我悄悄跟马明见过面了？那我怎么会不救千惠呢？我倒是一直在怀疑，本镇另外还有人跟马明勾结来威胁我。不要以为死无对证，我一定会找出那个人。死无对证，马明死了。